作为船长来说，每天到船上去走一走、看一看，是船长的必须要做的工作。海上风平浪静，大家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呢，那这里就会是一个运动场。哇，杨船长原来还是位隐藏的运动健将啊！远望六号船呢，是海上的钢铁猛男，同时呢，他也是俊美的少女。远望六号船呢，就是在海上执行天上的任务。杨船长，为什么船上有这么多的锅呢？大锅一样的东西，就是为了测量和控制我们在太空飞行的航天器。天问一号和嫦娥五号探测任务，就是由这部雷达天线来执行的。天舟二号和神舟十二号任务，就是由它来完成的。它可以提供航天员在太空中的话音、图像等所有的数据。测量船呢，是把航海和航天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一条船。咦，远望号上怎么还有个大足球呢？这也是我们的卫星通信天线，因为在海上航行呢，风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大，大的卫星通信天线呢，有的时候难以打开，那么呢，我们就启用第二个小的卫通，外面呢加了一个防风罩，它们两个可以实现1:1的相互备份。我们远望人呢，不是在航行，就是在准备航行。马上我们进的就是这个船坞，江山坞。这个船正常情况下可能要2年左右才会进一次船坞，船舶的管理比车的管理还严格，甚至说进船坞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它比较窄。船进去之后呢，它需要精准的坐在墩上，慢慢的往里走。这次进位比较顺利，很顺利。在场的修整和修理呢，是为了做好下一次的航行。不久之后呢，我们就将再次扬帆起航。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国的航天大年，在每次发射的过程当中，细心的观众总会听到远望号这个词。有谁知道远望号是什么？我之前看那个远望号应该是海上的那个舰艇，它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航天，就包括神舟能够顺利的进入预定的那个轨道。嗯，是航空母舰吧？哎，没有，没有那么大。其实你要说的是测量船。对对对吧？谢谢，请坐。它是在整个发射过程当中执行非常重要的测控任务的我们的航天测量船。就在前不久，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候，是在太平洋上的远望六号在执行着我们的航天测量测控任务。远望六号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目标，并且向神舟十二号发出了打开太阳帆板这样非常重要的操控指令，使得整个发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对于这样一条神秘的船，究竟船上的人们在每一次发射任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面对和经历的挑战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带着他们在海上追星的人，掌声有请我们的开讲嘉宾，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远望六号船船长杨变角，有请。杨船长，你好，你好，欢迎，谢谢。谢谢各位，请坐。首先，您刚才从那个通道镜头一出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身制服太帅了，让人感觉到充满敬畏。
主要是我们大北京离海边稍微远了一点，不经常看到船长的服装。是，我们在后海确实没看到有人穿船长的服装。但是您这位船长确实也和我之前见过的船长不太一样，比如之前远望七号的周船长来过开讲，是的，你们应该很熟吧？很熟。那您和周船长之间什么不一样？您觉得您和他之间也说说能看得见的吧，至少说我比周船长要高一点吧，长得没周船长帅，这是大家看得见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吧，周船长可能大船长比我早一点。我最不喜欢大家一见面就拿身高来互相比较。对，周船长肤色比您黑。之前我见到周船长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白，但是我一见到您我觉得周船长真黑。那你没见我更白的时候主要是吗？作为一个船长这样凡尔赛好吗？但是各位不要被杨船长的外表蒙蔽了，73年出生的，今年48岁，每天俯卧撑，大家猜一下船长大概是什么数量？300个。船长还干不干别的事儿了？做完300个俯卧撑，这剁的我……哦，对对，您不用操剁，那是有剁手。300个那是起步，300到1000个俯卧撑。谢谢。分600组做完。每组做一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数字，我一开始我听节目组的同事跟我讲，我说我绝不相信，因为我也算是个爱锻炼的人，就每天能够保持下来的状态，1天200到300都已经是极限了。我不是一天，我一般情况下会在1个小时之内做完。再说引体向上，大家猜多少个？引体向上比别仰卧起坐可更难，1000。大家已经被俯卧撑给吓着了，是吧？说咱们从1000开始叫吧，降个级别。引体向上难，引体向上，100个，也是1个小时之内。一个小时之内，就是相当于跟俯卧撑就连着一块儿做了呗。一般情况下不难，我会有时候是隔天，有的时候这样，因为从锻炼的角度来说，天天锻炼某一个部位不是特别科学的。跑5公里越野，杨船长的成绩23分钟。因为我是在海上闯荡的，海上需要我们强健的体魄，所以船上就是大家的运动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就是排解压力的方式。对，我经常有时候我在怎么来激发大家的这种锻炼的热情呢？有时候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也去锻炼，有时候操场跑个步我发个朋友圈啊，跑了10公里5公里，他们经常讲，哎呀，不跑个10公里不太好意思发朋友圈。对，因为船长一发都是10公里，基本上这样。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拉拉单杠锻炼身体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年轻吭哧吭哧拉不上去，我也不吭声，我过去我自己装着锻炼氧，砰砰砰砰砰砰拉几个，哎，我就走了。他们有的人呢是一天就拉那么10几个，或者是刚才说的20个，我不行，我就有时候在外面走，我走一圈过来拉一组，拉10几个，我走一圈过来拉几个的，然后是不停1个小时，就这样子了。过了几天发现单杠那儿没有人了，人会越来越多。只要一看船长来了，所有人都从单杠旁边悄悄走，说船长又来拉给我们看。我经常说，我年龄比你大，我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啊？说完了船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远望号家族。远望号家族呢，目前分别是远望一号、远望二号，到最新的远望七号。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这是70年代我们国家造的第一代的远望号船。现在呢，因为它超过了服役期限30年，现在已经不再出海。远望四号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算是。远望三号、五号、六号和七号是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4艘船。大家发现没有，这些船长得都还挺一样的。但是能看得出来，远望六号应该是智能程度最高的，最聪明，他额头最宽，他那个驾驶舱感觉甚至有一部分都已经超出这个船身了。你可以在驾驶室通过往后的窗户能看到整个船尾的，对对，船尾的侧面。我们远望家族中还有2条船是远望21和远望22号，它主要是火箭运输任务。
海上测控跟陆地上的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海水是涌动的，天上的卫星在飞，海水在涌动，船体会产生变形，每一点点变形对几万或者几十万公里外的目标都会产生偏移。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狙击手，当他在非常复杂的野外环境，又要考虑风速，又要考虑地形，所有这些东西。如果说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解释的话，就像是我们在一个运动的车上拿着一把步枪去瞄准10公里外一辆开动的大巴车上放着一个苹果，就像这样 去瞄准一样。所以你要对准目标，就对准目标很难。所以有太多的故事期待着您跟我们开讲的观众分享。接下来谢谢，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谢谢。最近一段时间吧，大家看网上的新闻都比较关注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啊，太空中的三名航天员，他们每天的吃播呀，太空的单车呀，拆快递呀等等，都会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如果我说呢，他们航天员在天空中这些生活都和我们远望六号船有关系，大家呢可能心里还有点疑问，人家是飞船，你是在海里跑的一个船，有那么大关系吗？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远望号船呢是我们国家的公务船，就像是个快递小哥，从我们接到快件对吧，就开始上路了，传到我手里这一棒，我要最快最稳的把它送到下一棒去，这是最直接的我们的任务。今天说着说我们的神舟十二号吧，神舟十二号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火箭携带着飞船飞临我船上空的时候对它进行测控支持。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提供的一些画面。长江六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状态正常，北京明白。长江六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长江六号跟踪正常。刚才调度里面大家听到的长江六号就是我们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调度代号，那个台标的右上角呢也是显示的是远望六号船。主要来说呢，我们就是要进行遥测、外测和测控。作为遥测，就是来传输飞船里边的它的数据，就是来感知它怎么样，目前状态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外测呢，都是确定它的位置的，我要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测控，那就是我要让它到哪里去，来执行一些动作。整个神舟十二号飞船在我的测控区域完美无缺的护送我们的航天员进入他预定的地点。再说说我们天舟二号，也是快递小哥的一项任务。其实呢，天舟二号本来是和我六号船没有太大关系的，本预期的年初定的任务计划只参加后边的神舟十二号。我是春节前一天大年30出航的，出去了3个月，在5月21号的凌晨接到通知，他说任务可能要调整，远望五号呢要去执行其他的任务，现在了解一下你们船具备不具备基本的条件。那我一听到非常的兴奋啊，这么重要的任务难道降临到我的头上，同时呢也感觉到非常担忧，船刚回来很多的保养还没做，很大量的准备工作短期的能不能完成。第二天上午9点钟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船长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船正式去执行天舟二号任务，请你最快的速度做好出航准备。这个船的要走不是像我们要开车一样一把钥匙一拧一打火就可以走了，这个船刚才也说到我跑了90天的航程，很多方面是需要检修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要带200-300人出去，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这些人的吃喝拉撒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船出去1个月我要烧很多的油，要用很多的水，所以说油、水、食物、药品等等各种补给都是需要时间的，要买那么多的菜，采购那么多的粮食，供应商不一定那么多时间能给我准备起来，谁家家里放着那么多几十吨的菜给你随时准备给你往船上拉呀，这是来不及的。好在我们也有这种准备机制，出去1个月大概要消耗每一样东西消耗多少，我们平时心里都有底。我们的补给清单第一时间
发给供应商，告诉他我需要这么多东西，请以最快的速度补。那我们的各个系统都联动起来，加水加油，到24号的夜里，各个系统反馈，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也就是说，从正式下达给我任务到我接缆起航，46个小时，创造了我们远望号准备时间最短的记录。我们接缆起航之后，可以说呢，一路高速航行，向着我们预定的目标迅速前进。29号我们参加任务，天舟在我们头顶出现也就4分多钟，但是我们为了这4分多钟，船上几百号人真的要付出10倍、100倍甚至1000倍的时间去努力，在我们这一段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的情况。我们执行天舟，保持我们的应急出航。我经常会想，我们这样一艘船能够在紧急的状态下完成出航，靠的是什么呀？这样的一些底气其实是来自我们平常很多很多的训练，是对我整个团队的有信心。测量船其实最初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的场所师傅，一旦设备有问题的时候进行现场的维护。我们远望六号船从造船之初，当时呢就提出来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有一天去甩掉拐杖。定下这个目标之后呢，很多人也质疑，能离开这些场所师傅吗？出了问题怎么办？但是我们坚信有一天我们一定行。很快2-3年之后，这个目标我们实现了。给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吧，也是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轮机长打电话给我，船长不好了，我们的尾轴密封出问题了，漏水了。尾轴这个位置呢，它的右边这个遮舱隔着一块钢板，外边就是海水，6-7米的海水下面。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少量海水来涌入的，来保持润滑。但是呢，海水的涌入量太大了。如果说这一套关口失守了，那我们的机舱就会进水，船舶就会失去动力，整个船呢就可能发生危险。我们打电话给服务商，他说怎么可能？这种情况是几乎不太可能发生的。我说我们能修吗？他说没有听说在海上动态情况下修尾轴密封的，你最好最近找港口或者回来进船坞。我们后边还有任务呢，那怎么办啊？我们立马成立一个小组来商量，一帮人先聚起来，甚至是跨专业的，你一言我一语想想办法，服务商解决不了的我们自己来干。那个狭小的空间不足3个平方，中间有轴，有什么各种的管件，唯一的一张照片，有的船员想过去拍个照都被我训走了，我说到一边去，哪有地方啊？还空间太小，他跟那连续20多个小时连续奋战，最后呢把这个问题可以说完美的解决了。船上这么的复杂的设备肯定会有时候出问题了，我经常会想，我们这么大的一艘船700人，一个人是开不走这条大船的，一个人也完不成任务的，但是只要一个人肯定能把这条船毁了。这条船能完成任务离不开每一个船员的共同努力，所以说面临这种应急出航的时候，我作为船长才会有信心，我相信我的船员，他们说行的一定能行。从我个人来讲，我见证了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以前在2号船，我们的设备执行的卫星任务比较多，距离也比较近，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逐渐出现了深空探测的需要，因此我们也都在6号船有了加装深空设备的需求。这样有 XB， 我们船上的最前面这个大锅一样的天线，也就是我们 X 波段统一测控系统便应虚而生。它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口径12米，最大探测距离200万公里，其他的也就是几十万公里的样子。要达到这么大的探测距离，要么是增大它的发射功率，要么就是缩小它的波束宽度。它的波束宽度有多少啊？大家上学的时候会用量角尺，我们一个量角尺的话180度，对吧？我们这个波束宽度有多少呢？0.21度，就是说要用这0.21度的波束宽度去追踪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外的目标，这个追踪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的操作手所操作的手柄，只是粗条，但是要精条，要同时控制一个人、两个手，
来控制它的方位和俯仰。可能我们很多的同学会觉得这和抓娃娃机没太大的区别，是的，从原理上来看差别不大，但是从操作的经济性上来说，它的要求千差万别。我们大家觉得远望号抓不到目标的时候是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会这大屏幕这样显示的看得这么清楚明白吗？答案可能会让你比较失望，不会是这么的清晰，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信号而已。黄点就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我的操作手同时控制方向和俯仰，让我的天线追踪到它的目标永远保持在中心。我们的操作员为了这几分钟要付出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个几分钟来同时训练。我们经常说就好像一个人的两只手，一个手在画圆的同时，另外一个手要画方，这样才能控制我的天线在俯仰的同时转动方位。所以说我们说看起来很简单，这几十吨的天线去对准几万公里外的目标，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和训练的。这个任务呢，用到这个天线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这个天线呢，是在2014年我还当副船长的时候引进的这套设备，它主要就是为深空探测而加装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啊，2014年我就离开了6号船，到陆地上工作，看着安装的设备没有大显身手，自己觉得也非常的遗憾。但是很快这个遗憾也给我补上了，2017年我到船上当船长。没想到我当了船长又等了3年，这套设备才终于迎来它的大显身手的时刻。所以说我们的人员这6年时间，很多的岗位人员相当于是坐了很多的冷板凳的。我们这套设备呢，刚才说到为啥对它感情比较好，因为这套设备从研制的时候到后来的调试，我们在岗位上的人员都是一直跟着的。作为船长亲眼见证，能够圆满的把天问送到他预定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没有辜负这套设备对我们赋予的重托，这是我们国家首次深空探测，所以说呢天问也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其实测量船一次出航不是仅仅执行一次任务，有的时候是要执行多次任务的。我们最长的一个航程是153天，执行了6次任务。执行天问任务之后，我们也是后续还有其他的任务要继续从太平洋赶到大西洋。从太平洋去大西洋有2条通道，一个呢就是穿过印度洋走苏伊士运河，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绕过我们的好望角。好望角名声比较大，但是非洲大陆的真正的最南端呢，它不是好望角，它叫厄加勒斯角，也就是在非洲大陆的正中间，那里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分界线。进入印度洋之后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风浪是越来越大了，过不去，那么我们就在那儿等待时机。我们当时在德班港进行补给，一直找不到机会走，已经超出我们预期的离航时间4天了，心里也很着急。任务的发射窗口一天一天临近，大家讨论的时候在走和不走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后来呢就是我们8月19号看到在好望角附近有一个间隙，大概有20几个小时，稍微小一点，在4米左右，那我们就决定及时出航，抓住这个机会。经过将近2天2夜吧，顺利通过了好望角。过了好望角之后，大家松口气了，觉得哎呀，终于过了最难过的好望角了，是不是后边就会好一点了？哪知道呢，进入大西洋没有一个好天气，大西洋那边涌浪比较大。我们经常说老船员怕涌，新船员怕浪，那浪有的时候风吹的啪比较高，但是涌呢还晃动会非常的大，几万吨的船在那海上就像一个树叶一样。所以说很多船员呢晕船呕吐，有的船员几天吃不下一点东西要挂水，甚至胆汁都会吐出来。后来的大家调侃说，哎，以前觉得太平洋不怎么好嘛，海况到了印度洋才知道太平洋确实很太平，结果到了这大西洋才知道印度洋也还是很不错的。后来我们走到乌拉圭东面的时候，再往南走发现下不去了，南面风浪太大，都是7-8米的风浪，都是过不去。当时所有的船员包括我船长很焦急，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路，用带了这么多的人过来，如果说我们赶不到那个地方去，回去那真的是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啊，苍天不负有心人。任务前3天看气象分析，
将有一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海况，那就我们就灵活机动的不断的接近吧，稍微好一点就往前拱一拱，稍微差一点就走慢一点。在任务前赶到了预定的海域，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在这个大风浪当中真的是完成了这次任务，而且非常的圆满。经常有人问我你在船上待了多少年，我说20几年了。我出海多少天呢？我现在算了算，我现在出海总天数加起来3300天，我在两号船待了9年，航程将近20万海里。我在6号船待了13年，我们航行了将近50万海里，执行了将近70次任务，这70次任务全部完美无缺，无缺无憾。大海是神秘莫测的，太空呢也是令人向往的。远望就是这样一个把大海和太空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船。现在我们三大洋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应该说我们的历史轨迹在不断的延伸。我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航程将会走遍世界每一个大洋每一处，我们的航天器也必将会飞向更远的太空。谢谢大家。谢谢杨科长。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听杨船长开讲啊，你心里特别踏实，您给人的感觉就是自信淡定，而且任他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现场今天也开放了6个云端观众的名额，他们也都提出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掌声欢迎他们。他们各自呢把自己的问题呢总结成了一个关键词，然后您从6个关键词里选择您最感兴趣的。好的，他们来提问。好的，好吧，来亮出你们的关键词。不明觉厉，大意了，人生巅峰，这边是你咋不上天。滴打卡成功，牛郎织女，这边是鹊桥相会呀、啊。牛郎织女吧，牛。来，福建这个姑娘。大老师好，那个杨老师好，我想问，就是远望号出一个长航次，就动辄就是几个月的时间，然后长时间没有办法见面约会，甚至不能通电话，船上的船员们感情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呢，他适合到你们船上当心理辅导员，真是一下感触非常深。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船员和自己的家人是分别的，刚才我说到了20多年在海上的天数，已经将近10年时间在海上，其实我们陪伴家人陪伴的很少，真的是在过一种牛郎织女的生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是的没时间谈恋爱，很多的时候的和恋爱对象的都是一通电话，见不到面。去年疫情封控，我们300多天就没有出过码头，所以说我们很多小伙儿相亲是怎样相的呀？一个在码头里边隔着一段，另外一个站在外边就远远的看一眼，就是这样相亲的。那时候还要求戴口罩，这小伙也不好意思说你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一眼，自己主动摘了口罩，对方没摘还没看清，就这样相对象的。所以说我们海上生活，你说苦不苦？我们也没觉得太苦，但是我们的家属确实付出了很多。每一名远望人的背后有一个家庭，有很多的人在为我们默默付出，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也感谢他们，感谢每一位的远望人的亲属们，谢谢。谢谢我们6位云端观众，谢谢你们的参与。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4位青年代表，谁先来？杨柳来。您好杨船长。您好萨老师。您好，我叫杨柳，来自贵州遵义，我是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竹飘的这个传承人，然后很高兴来到这儿和大家见面。对对对，这个看我网上看到过很多独竹飘。
相当于在水上走钢丝，差不多。哇，这个难，这个很难。而且他这个船没有船员。对，我刚才说一个人开不动一条船，他确实一个人，他开走了。所以接下来两位船长之间的对话。其实呢，我今天呢也带了一些小道具，我就想和你一起挑战一下，运动交流一下。这个测试呢，它是一个平衡和稳定性的一个测试，看出来了。然后我先做一个示范，您看一下。哇哦！哎，这样我来，杨船长只要坚持一秒钟，三秒吧，一秒钟太短了，三秒钟，我们数三二一，如果您只要能坚持住，三二一，确实不容易，这还关键在水里边，这个是。会很浮沉的，对，因为这个在水里面的话，它水打湿了，其实会更加的湿滑。然后，但是水里面有浮力，又和陆地上又不太一样。我这还有，哎，我这个下面还有座儿，我都站不稳。我觉得我们今天呀，就现场啊，就是体验一下皮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哪怎么可能是我们在现场简单试一下就能掌握的东西？谢谢。下回船长可以在四级海况的时候邀请他去船上表演一下这个。刚才让萨老师和杨船长你们体验了一下，让我现在我的小问题来了，就是。因为我从7岁开始练习独竹漂，到现在17年，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竹子，独竹漂，独竹漂就是我。所以说，我就在想，您在船上10年这个样子，那您是怎么做到人船合一的呢？在外人的眼里，觉得船是一个钢板，冷冰冰的；在我的眼里，船是有生命的，有温度的。那就要需要用心去感悟它。我每天都会习惯在船上。不止一圈的去船上每一个地方去走，哪里声音不对了或者不正常的气味了，都会及时的指出来。还有我船长的房间是在船上最高和最前面的，很多人都以为船长的房间是最舒服的地方，恰恰相反，船长的房间是最不舒服的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风浪的撞击和那种沉浮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每一次海浪的对我船的撞击就像是海浪拍在我身上，我就会感受我这个船感觉疼不疼，这种疼它能不能忍受得了。如果说我觉得我这船太疼了，好像它的声音不行，不太好听，我就会通知驾驶室把速度减一减或调整一下航向。如果感觉它声音非常的轻快，就告诉他速度加一点。包括我看到船上哪里有了锈迹，我就感觉是我的身上长了一个疤一样，会难受，会难过。正是靠着这种情感去感悟这条船，所以说在遇到关键或者危险的时候，这个船才能跟你做到人船合一，是下意识的动作，它才会配合你，真的是这样。谢谢。谢谢杨船长，谢谢萨老师。谢谢，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杨船长好，萨老师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测绘工程专业的一名大四毕业生。您刚才讲的远望六号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我们测绘专业特别崇拜的一位偶像，他就是去年2020年珠峰测量任务的现场总指挥李国鹏队长。我在二位的身上都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所以我想请问杨船长，是因为您本来就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人才选择了航海这样一项事业，还是说因为您选择了这项事业，大海赋予了您力量，才让您成为了一个现在这样极富冒险精神的人呢？好，谢谢。
其实呢，我是河北人，从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大海，也从来小的时候没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会开着一艘船去闯荡大洋。但是当我毕业大学毕业之后，接触到这条船的时候，很快就爱上了航海，爱上了远望。大海真的是刚才说的，有浪漫的一面，也有波涛汹涌去征服它的快感。当你驾驶一艘船，克服种种困难去完成任务，挑战很多不可能的时候，真的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言表的事情。我天生也不是说爱冒险，但是既然选择了远望，选择了大海，那么冒险是我必然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我也不会回避，也不能回避。谢谢船长。谢谢。下一位。萨老师好，杨船长好。最近有一个特别流行的网络词语叫躺平，不知道您听过这个词吗？躺平这个词我倒听说过。躺平是、就是、船上特别晃的时候，您和船员就哎呀站着太难受了，躺着吧。躺平是不是有点佛系的意思，或者说什么事情、有好多解读啊、大概就是说觉得不想奋斗了，不想努力了，我就就地躺倒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解释吧。就是过去说在哪摔倒从哪爬起来，在哪摔倒躺在哪，现在在哪摔倒在哪歇会儿，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语境的话，您如何评价这个词？我个人，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总想着哪一天退休了就好多好啊，特别喜欢羡慕退休的人。现在去问问那些退休的人，他肯定很羡慕年轻人。我个人的感受，不要在该奋斗的年龄或者该吃苦的年龄去选择享受，年轻的时候去吃点苦绝对是一种财富。从佛系到躺平，近年来这些网络词语或多或少在反映着当代年轻人面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心理状态吧。可能很多人也在日复一日地做一些重复的工作，这些都会打磨掉他们起初的那些热情。那这样的情况下，您的船员有没有出现类似躺平的心态？我的船员到目前为止，我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可以是竖大拇哥的，他们真的是让我感动。有的时候他们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经常跟我们的船员说，不要老抱怨你的岗位啊，这也不好，那我换个，你换个地方你就一定能做得好吗？总是抱怨的人换个岗的地方，我不相信他也能做好。海上是辛苦吗？是辛苦，但是你吃过苦之后，你会经历不一样的人生。我们讲经过五米浪不怕八级风，你都经过那么大的风浪，其他还算什么事情呢？我们讲晕船，大部分船员刚上船都会晕的，但是我告诉他们，晕船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倒下，一旦你第一次倒下了以后，你可能每次遇到风浪你都站不起来，都要靠意志顶过去，以后在风浪就不会再是事儿。还有这战胜不了他，他就战胜你。好，谢谢杨船长，谢谢萨老师，谢谢你。最后还有一位。杨船长好，然后萨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六九三厂，然后我是从事于航天电缆网的装配工作。电缆网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人体的神经系统，神经网络。神经网络主要是就是在航天器在出现于什么突发情况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所以你这一把里面有多少根线？就这边的这边一把得有128根线，每一根线都要焊到，每一根线都要焊到正确的位置。在我们家，就从我的姥爷，然后到我的妈妈，然后到我，都是从事航天事业。姥爷当年是做，大概是姥爷当时是用车床，去打磨零件。然后我的妈妈是从事于就是航天的电连接器的组装。从我的姥爷到我的妈妈到我。就有一种就是传承的感觉。然后我想问一下杨船长，远望两个字在您的身上有什么烙印吗？远望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怎么来的。远望号这个船名呢，最初呢是叶帅写过一首诗叫望远，后来远望号就是建造的时候呢，就是选择船名的时候呢，当时周总理对也包括一些专家都提到了去用远望这个名字。我个人的理解，远望一个是航程要尽可能的走得越来越远，同时呢望的也越来越远，
我们是大海上航行，但是仰望的是星空。我们是在向海逐天的一帮人。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确确实实从近海走向远海，从太平洋、印度洋走向大西洋，全大洋都这样跑。看我们的发射也是一样，近地轨道、原地轨道，包括到深空探测，包括将来的星际飞行，都是越来越远。所以说，远望从前辈来说，就赋予了我们这样，将来会走得越来越远。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这样做。我听说是在您当船长之后，您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把远望六号上所有现在在工作的以及过去工作过的老船员每一个人编号，然后发这个远望号的这个标志牌，对，是吧？然后就是你哪怕已经离开远望号了，你一天远望人，一生远望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甚至有一些退休了的老船员，您还亲自到家里把这个远望号的牌子要送给他，对，就是这样凝聚起了一个远望号的大家庭。每个人拿到都会非常的开心的，会放在自己的桌面上。我是远望六号船第多少名船员？您是多少编号？我是第164号。哇！每个人拿到都会非常珍惜。嗯，这是远望六号船的身份证。现在最大的号是多少号了？就最新的？最新的680几。680几。对。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真的是能感受到他的这种团结的力量和一种家人的幸福感。是的。谢谢大家。刚才您提到远望号的名字的来历，叶剑英元帅是在1965年写的这首七律，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叶帅用这首诗给读者一个广阔的视野，以及对于历史潮流的一种分析和判断。我想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又面临新的挑战，所以这首诗当中真的有那么一股劲儿和力量，一种博大的胸怀和自信，也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我想今天节目结束，就让我们用这首诗当中的几句来为远望号下一次的航行任务送上我们最美的祝福。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生父子皆屯犬，旋转海平革命功。感谢杨船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祝愿你们的航行一帆风顺。谢谢，谢谢，下期节目再见。